我们现在要种一个在阴的地方，室内阳光房里面的这个吊兰啊，所以放眼望去哈，这里那么多花是吧？基本上都是这个冬天花本来就不多是吧？那大部分都是喜阳的，你得在阳光好的地方。唯一一个阴的啊，然后花期也长，生命力也强，颜色也鲜艳的就只有这个了啊。瓜叶橘，而且要是矮种的，是吧？所以我们就最后就挑这个了，20到25厘米是吧？正合适。Full shade to partial shade，没有任何问题。后呢，来拿一个吊篮是吧？各种各样尺寸和形状啊，我们就拿基本的这个，就这黑颜色，黑颜色普通大小的。好，谢谢。然后，是吧？然后我们去拿土。我们去拿土，对呀，要花盆土。然后呢，你拿个花盆土，对吧？因为我们需要的不多，所以我们拿小包的，啊，这个正好把那个灌满，是吧？所以再拿一包这个。这个里面已经有肥了啊，所以说也不用单独拿肥了。OK，就这些东西就可以了，我们就可以种，吊兰了。